天。你们是没睡觉吗？手机太久了吧？好漂亮。痛了吗？哇 ！Oh my god！哇！小胖，来来，家长可以进来了。你是带回去？今天是第六天吗？对。今天又是要去六天了，不一样的滑板场了，耶、yeah！早安，各位。今天应该就是要去别的滑板场。对啊，他没问。好冷呢。今天凉呢。哇，太阳，舒服。很好的太阳。我们现在要去超市。哎，买一些东西。然后去买咖啡。要星巴克吗？要去吧。继续靠左。哇，什么都有。现在逛那个美国超市，大超市什么都有，玩具、衣服、化妆品，所有的家庭生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有。下去分享一下，我去超市买什么。就是薯片，然后它可以搭配这个。来继续分享，买了这个薯片，然后这个酱是可以用薯片然后沾然后来吃这样。水果牌的白色酥皮，然后还有糖果。哦，来分享一下早餐。今天早餐是外送的，我是古巴三明治，就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明就这样，出门去找滑板场，那会不会有人吃？不知道，还是先放着，先放着，不然下去不一定有人吃，巧克力。超甜的巧克力，哇！你有带饼干呢。我最好是有时差，我第三天嘛。你有感受到时差吗？没感觉。应该没有时差了吧？我带前天吃的。为什么？你那才是美瑰还是欧瑰？我奶奶，美瑰。啊？还没开不会吧？我还没冷。哦 ，skipper。都没冷。到了。是没开还是没冷？你把它关起来了、台湾的朋友欢迎来美国晚上喝酒OK 有像哎、哦、可能里面有人我想想就没认不出你谁在挥手我们第三个滑板场只是目前是没开的状态付费的板场我们今天来的板场是付费的，然后上一集的板场是不用钱的野场。喝啤酒。运动中心的概念不？对啊。体操的。哇。这里该不会什么都可以玩吧？看你秀了，看你秀了。我有，我是没有，你还有。
嗯，拿你的电话。你为啥拿我的板？你为啥拿我的板？那我的板子跑去哪？早上游泳池开心哦。哇 ，My God！ 又是做板场。你看这个杆子，还有这个湖面，非常会设计。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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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看这个 cupping 都不一样，这完全是这个材质，不是杆子，全水泥，全水泥，没有杆子的，很好。呜，超棒的。超棒的，很诡异的斜杆哦，这个超斜的，这个有难欸，这个又陡又难。帮他拍个成长记。OK。突破。你看，所有人都帮你长进哎，突破突破。压力大，压力大了。这样压力大了。哎，你这样的路径，这样下去要给你看。哦，那是因为吓到。教练说没跳起来。对，因为怕了，上去怕了，缩了。现在看看碗池在干嘛？我不怕，没有真的中，还好了。嗯，没有了。你的小朋友那个卡了，会爆吧？我把车扎掉的，弟弟。会爆哦，会爆哦！我拿尖尖的东西把它戳爆。Yes. Yes.Thank you. Thank you. Again. Okay. Have a good one. Yes. Hey, 那个真的没有。他的没有。他好好笑。哇。我的有，我可以开趴了今天。哇。喝酒，今天要喝酒。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河粉。哇，不一样。这炒饭 Chinese food。对啊，你刚刚太搞笑了吧？不要拍。我在钓鱼。我在睡觉。我在钓鱼。钓鱼。钓鱼。你心痛？天哪！
全部停掉了。练完，练完了，今天有点挂彩。这边的地板粗，摔倒超痛。这一身跟在你后面，我拿我的板。有的板呢？那你的板呢？那你的板呢？你的板呢？随便拿一个当你的板呢、啊。你滑板的，哎、欸，那、啊、你滑板的，出去吵，你还在拿别人家的，给你，给你滑板的。各位，现在已经结束，回到饭店，然后今天。我自己手这边就撑到还蛮痛的，待会要去给防护员做处理。然后现在是晚上7点，要去晚餐时间，然后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些心得。这几天我们都去不同的板场，我觉得蛮开心的。来这边，不要只都去一样的地方，就是多多走走，多看很多的 skate park。每一个 skate park 它的设计的都不太一样，像今天我玩起来没有。这么开心，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场地其实还蛮多的 ramp， 然后它的玩起来的感觉没有昨天的这么上一集的这么棒。对，上一集我们去的那个板场是我目前玩过最好的，甚至比 Tampa 好，因为 Tampa 在室内，然后室内的空间那个感觉很闷很不舒服，所以我还蛮喜欢上一集的 skate park。好，今天的滑板场主要。大概都算是 ramp， 它 ramp 比较多，然后 street 的部分就是一点点这样，然后也是蛮大组的，所以今天我到后面在玩的时候，我都主要都是去玩那个碗池，因为碗池我也其实也蛮感兴趣，因为毕竟国外的碗池他们都是完全他们的管子的部分完全没有装管，他们就是。边边都是用水泥做的，所以我们卡上去的时候会很爽。OK， 我们下一集见啦！不要忘记 follow Instagram、Facebook、IG 还有 TikTok。OK， 好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